欢迎大家聚号两栋两四幺，落地时间3:02。聚号两栋两四幺，这里是沈阳塔台，很荣幸今天能与你们共同执行运送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保障任务。我是空军120机长陆东华，奉命接迎志愿军中烈回国，感谢塔台指挥保障，让我们一起缅怀先烈功绩，传承中烈精神。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我们以崇高敬意欢迎志愿军中烈回家。